你没事吧？你打上瘾了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回自己家睡啊？这阵子让我睡这了。 你在怕什么？不对，你看一下这个，它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在骂我？应该是吧，反正一定是你有错。 你就跟楚英姐道歉，你还没有回答我。我一整天都在外送，好累啊，睡了。外送？你有车？借李灿的。晚安。 Thank you.